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るちゃんです。新幹線といったら駅弁ですよね。私は日本の駅弁が大好きです。いつも文旦と新幹線乗ったら絶対駅弁を買って食べます。今回は新幹線の時間が長いので3つ駅弁を買いました。なので今日の動画は大好きな駅弁を紹介するぞ。大家好，我是陆酱。今天我跟文达要坐长达5-6小时的新干线，现在时间是晚上5:13。那我们这次是要从东京坐到熊本，差不多要坐到晚上11点吧，真的还蛮久的。每次坐新干线最期待就是日本的铁路便当，今天我买了3种铁路便当跟大家介绍。其实我跟文达刚才东京车站买便当，就是想要拍影片，而且东京车站的人太多，整个店都挤到满出来，所以想要拍影片。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到东京车站的话，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一家叫做 Ekiben ya Matsuri 的店。这里聚集日本各地知名的铁路便当，但是缺点就是人超级多，没办法好好选择。如果想要一个人慢慢选择的话，东京车站在内也有很多这种小的铁路便当店，虽然种类比较少，但是可以选的比较轻松哦。第一个便当是松板牛便当，它这里有分两层，它这个日文是写说吃吃看两种不同的松板牛，那一边是做成像牛冻那样，一边是做成像烧肉那样，看哪个比较好吃。文当买的便当呢是这个海鲜便当，之前我们在露营的影片做新干线，文当就有买，文当超爱吃这个便当的，他吃一次之后就整个爱上，每次都买这个便当来吃。最后一个便当是饺子便当，这个是我们觉得超有趣就买的，它上面都是饺子，下面是饭，这个我们晚一点来吃，我们先吃第二个。先开我的烧肉便当，大家有看到颜色分两个很清楚吗？左边是牛冻，右边是烧肉，然后有配一点日本的腌制菜跟鸡蛋卷、玉子烧。换文当的便当，那文当的是鲑鱼卵跟鲑鱼，然后跟我一样有个日本的酱菜啊，这里还有一些鲑鱼碎末跟玉子烧。那每个便当都有附筷子，是本来就附在便当盒里面的，所以结账的店员就不会另外给。然后这个餐具里面有一个擦手的，还有筷子跟牙签。那我可以用。那你有危险。Suck it。哦。你家庭不信呢？文章这个便当真的炸好吃的。其实我每次都很想买这个，是因为文章就折寿都让给他，我自己买另外一个。可是我都觉得他这个真的最好吃。这个餐具不是用撕开的，是有这样好好封好的，还算贴心。天哪、啊！觉得它有点过度包装了，它这样包完之后，然后筷子又另外的这样子。日本这些地方真的是比较不环保，可是以他们来说就是贴心啊。好吃，你那个很好吃哦，我那吃好快哦，我一口都还没吃，那我也吃看我的。这便当很好吃哎，很好吃哎，真的好吃。哎，没有，我觉得真的很好吃。它牛的味道还蛮重的，就是不会有太多酱料的甜味去盖掉那个鱼的味道。我还吃那烧肉的部分。烧肉也很好吃，烧肉的话就是酱汁的味道比较重一点，不是也好吃。我自己比较喜欢牛冻，这菜也蛮好吃的。所以东京铁路便当就是整个菜色味道都有升级。那我来吃看这个蛋，日本这种煎蛋怎么是甜的？大家有吃过这种甜的煎蛋卷吗？这便当盒还蛮贴心，上面有写多过敏原蛋啊、小麦、鱼之类的。我现在家里剪这一支影片，又回忆起当天吃铁路便当的那个味道，跟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哦。第一个文当买的海鲜便当，市价1280日元。这个便当是我跟文当目前为止吃过所有铁路便当里面最喜欢的一款，完全可以拍胸脯介绍给大家。那文当还爱到每次都放弃买其他铁路便当的欲望哦，他就是只买这一个。那这个便当呢，可以完整的吃到鲜甜的鲑鱼，而且重点是那一块鲑鱼肚超嫩。我吃鲑鱼的时候最怕吃到很柴的，所以自己还蛮满意的。如果有机会坐日本新干线的人，或者是尤其是喜欢海鲜的人，这个便当绝对是我们推给你的首选。第二个我买的松板牛便当呢，这个是我第一次买，市价1350日元。老实说，我觉得这种牛肉便当哪家味道都不会差太远啦。但是这一款蛮特别的是，它可以吃到两种调味方式，有牛冻跟烧肉嘛，而且两种都还蛮好吃的，有自己的风味。我自己吃的也是算满意啦。如果喜欢吃牛的，也可以点点看。现在时间是晚上7:22，我们要来吃饺子便当了。文当帮我开便当，我们文当帮我开便当。现在我们在京都车站，还有4小时要坐，也是一样。打开便当之后会有筷子，还有牙签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饺子便当长什么样。
真的是饺子几个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12个饺子跟白饭。老实说，是看的没有很多食欲。它这个煎饺上面没有脆脆的感觉，是比较软的，有点像是那种便利商店的煎饺。因为这个煎饺是两人份的关系，它里面有附两包酱汁。一般日本的煎饺都会附酱油还有辣油，那这个便当的酱包比较特别，是已经把它混在一起了。这个便当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没有另外附一个小碟子来装酱汁，比较不方便沾。里面馅是长这样，味道没有太有印象，整体我还蛮不推荐的，而且白饭的黑胡椒对我来说有一点呛。我这样会不会讲太白？我们是2月2号买的便当，它的消费期限是到隔天凌晨2点。日本有将食物分成赏味期限还有消费期限，赏味期限是建议在这时间吃完最好吃，所以过了期限还是可以吃哦。消费期限的话，就是食物本身的品质安全期限，时间过了就不能再吃了，就类似我们讲的保存期限。最后我照这个画面是因为我觉得文章吃完都会把垃圾整理得好好哦，像大卫把筷子这样粘好，粘在便当盒上，再装回原来的纸盒拿去丢。也给大家看他们便当附的擦手巾的包装，其实这应该是吃饭前要用的，但我刚刚一开始忙着拍影片我就忘记擦了。不好意思，日本人吃饭前都有擦手的习惯，所以铁路便当里面也都会附，但它这个擦手纸的材质比较不像湿纸巾，是像比较坚固一点的卫生纸，是很容易撕开的。现在我们两个坐车坐到大阪，因为文章把水都喝光了，所以他马上冲下去买一瓶水，马上冲回来。结果文章还是觉得下去就回不来了，他不敢下去。你刚才勇气去哪了？熊本了，文丹，你跟大家讲一下你吃便当的感想。三つは多かった。やっぱり俺のあのここでいくらとさ。日本人真的坐新干线都几乎一定会买车站便当，所以如果大家要坐日本新干线的话呢，都可以去他们车站看一下有没有卖车站便当。新干线中で食える便当。やっぱね、美味しいんだよね。下次我们两个再吃别种车站便当给大家看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拜拜 ，see you next time。刚才说不要开相机，结果我又开了，因为我太想跟大家讲了。这个是文章跟我说很好吃的虾子的鲜贝，等一下也开给大家试试看。这个呢，好像是熊本的名产黑糖甜甜圈棒，不知道长怎样，我也来试试看。它的包装上面也超多熊本熊的，超可爱。这两个都是我们在熊本车站便利商店买的。我觉得日本真的是很多卖这种名产啊，都设计得很可爱。如果大家去车站的话，都可以去逛一下他们附近的便利商店啊，都蛮多卖土产的。我先吃这个黑糖甜甜圈棒给大家看。我们两个买这个是小包的，一包里面有三根，因为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所以我们就只买这种三根包装的，一包是500日元。这一根也蛮大根的耶，黑糖味超重的，但是感觉没有像甜甜圈，很像我们台湾那种古早味的零食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可是我觉得这个要配茶吃，因为它的味道还蛮甜的。给你们看它的剖面图，其实没有味道的地方就是白白的，外面的话都是黑糖块，所以它的味道会比较甜一点。因为我们文章现在卸妆了，所以它就没有入镜。文章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。好吃，那多吃一点，这两根也给你吃。让文丹在吃的同时，我先开这个虾子鲜贝给大家看。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文丹挂保证好吃的了。我们买的这个是16个包装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吃看这个文丹超推的虾子鲜贝。其实这个虾子的鲜贝我也知道，我以前有吃过，很好吃。它是长这样子，那它的口感呢，我很喜欢，是因为它上面这个吃起来脆脆的。它里面应该还有加一点点坚果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这个好吃，大家要是来九州地区的话可以买，我觉得台湾人都会喜欢。我知道大家一定觉得很烦，刚才不是已经说拜拜，为什么要开相机？因为我真的太想跟大家介绍了，我很喜欢这样拿相机跟大家讲话，跟大家聊天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现在影片容易有一个主题，然后但是里面会掺很多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因为我看到什么东西就想要分享，所以就会再拿录相机来拍这样。好，真的要拜拜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。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。